莱克，你真是好样的。船长，你看，走，快走。嚯，好大的个儿！是个腹中用的大草包。啊，巨皇被俘了。嗨，司令，他们的确很厉害，还有九枪呢，咱们可不能硬拼啊。司令，依我看，不如叫黑蚊子去对付他们，您说呢？妙妙，蜻蜓夜间看不见，来个夜间偷袭啊！